小小力气大显身手，但面对众人取椰肉的新要求，小小开椰器能否华丽转身满足大家的需求呢？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开椰利器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，我是主持人丁欣。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科学顾问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。彭老师您好。您好。彭老师，你看天热了哈，前不久呢我买了几个椰子，我说回家喝一点椰子汁儿，哎呀，那个一想到这个椰汁儿的清冽哈，凉爽，我就觉得特别期待。结果回到家以后麻烦来了，首先这个椰子呢很难固定，另外呢它这个椰皮儿已经去掉了，那么里面有椰棕，椰棕你在去掉的时候呢，这个用砍刀啊，最后都很难去掉。好不容易把椰棕去掉了，这个里面还有椰壳，那个椰壳真是邦邦硬啊。是，这个椰子呢确实是不好开。嗯，它外边那个棕啊韧性特别好，你拿刀砍它，它呢有弹性，砍不断它，里边的壳呢又非常硬，所以开椰子呢必须有这个专用的工具。嗯，现在有些椰子呢它已经把外边的棕都剥掉了，你买来就是一个硬壳。嗯，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硬壳给它钻透，就可以喝到椰子水了。这个其实啊，开椰子是一个技术活，而且用的是巧劲儿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发明呢就与开椰子有关系，咱们赶紧跟随记者去了解了解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我爱发明编导唐北子。大家看到我身边的椰树了吗？我今天来到的地方呢就是海南著名的椰子之乡东郊椰林。既然来到了这里呢，我就先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椰子的基本知识。椰子树是常绿乔木，产于热带，树干高约15至30米。椰子是椰子树的果实。哎，师傅，师傅您好。我是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栏目的，我来你们这儿想了解一下关于椰子的一些知识。嗯，这片椰子林都是您的吗？这些椰子林就是我们家的。这椰子一般这个能生长多少年啊？一般的椰子一般都是可以长100年以上的了，好多树都已经我祖辈种的，我不知道是哪一辈种的。你都是祖辈种的？对，就前人种了，你们现在收椰子就行了。这么高的一株椰子的话，它一年能长多少个果啊？好的椰子树一棵一年可以长100多个，但是好多平均起来可能是50-60个吧。置身椰林中，满眼尽是笔直的树干，聚散般的枝叶，壮硕的椰果，而这一切都是从一颗椰果演变而来。哎呦，拿一个出来。椰子它本身就一个种子，正常情况下是6到8年就开花结果。来了，椰子拉过来了。哦，师傅，这是你们家的椰子？对呀，我们家的椰子。哦，这是刚砍下来的，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椰子，嫩椰子喝水的椰子。椰子这个有几层啊？外面有一种软壳，老了拆下来不容易裂。哦，还有一种硬壳。那你先把外面这层壳给我们打开看一下好吗？好。呵，你们这儿开椰子都是用这种大砍刀吗？一般都用的这个大砍刀，这个就直接可以喝水。我看这分两层啊，一层是这个，这层是外衣，也可以搞中床垫、搞地毯，保温最好不变形。哦，那里面这个是什么呀？里面这层是那个以后慢慢长老了是容易硬壳，往里面弄这些是椰子肉，老了会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厚，椰子肉可以加工椰子产品。椰子那层厚厚的壳需要用大刀才能砍开，对于一个非椰子产地的人来说，自己想要喝到那汁清如水、香甜透亮的椰汁，想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。就在我们向椰农了解椰子情况的时候，与一位椰商碰巧遇上了。有没有什么工具是家庭能可以用的呢？直接开椰子的呢？这个好像是很少，但是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海南大学创新学院的，有一个姓曾的曾南春的一个同学，他发明了一个叫专门开椰子的器具。
听说有学生发明了开椰子的器具，我们的记者半信半疑找到了学校。哎，请向你打听个人，你认识曾南春吗？太认识了，这不仅是我大学同学，还是我们的创业伙伴，以前一起创过业的。后来分开之后你做什么呢？我现在做一个我们代表精准医学的一个基因检测方面的项目啊。基因检测？对。啊，他做什么了呀？说实话，他那个项目我都不好意思说。水果批发，搞椰子。水果批发？对，还在一个城中村。这样啊，我听说做了个开椰器，你知道吗？听说过。那你能带我去看看他那东西吧？这样，那个我因为今天有点忙，我叫那个我们曾经创业的一起的兄弟李伟。啊、哦，一块儿创业的，叫李伟。对，米伟，来让他带领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好意思，那我们过去啊。好，谢谢。曾经与曾南春一起创业的伙伴李伟，带着记者找了去。看着是比较偏僻啊。对，这个里面基本上都是最做水果的，其他都没有。好，咱们看他们在哪。前面就是曾南春卸站。哦，正在干的活的就是他俩是吧？就他俩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我是中央电视台网发明栏目的。哎，你好。听说你这发明了一个开椰器。对。你们二位，您是？曾南，我是曾南春。这位是？我是谢战。发明人曾南春、谢战，发明项目开椰器。看你们这儿椰子都准备好了啊。对，这就是海南很常见的椰子，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的。哦，海南。有两个小的，要不咱试一下。这刚来一会儿，曾南春就交给记者一个体验任务。用家里常备的水果刀和菜刀来尝试着开椰子，我都插进去了，没问题吧？但是这样打不开洞啊，还是喝不到水的，可以把它切开。注意小心，还有刀吗？拔都拔不出来了，估计。记者刚刚小试牛刀，就遇到了挫折，不过他可不愿轻易放弃。还很厚，开不了，这里面还有一层。哦，这个根本里面还有一个木质层的椰壳。哎，这能插进去吗？我试一下好吗？好，可以试一下。哦，这好像插到那椰壳了。对，刀都在转。对，这是木质层的椰壳，这个是肯定是插不进去的，是吗？对，插不进去。即便有比较坚硬的刀插进去，喝不了水。这个看来是有点困难。我拿菜刀吧。这个好用多了，我估计这个能把它打开。费了半天劲儿，连一小部分的椰衣都没脱去，只好换菜刀上阵了。那么这次能打得开吗？稍微有一点老，不太好看。眼看着一个完整的椰子已经被砍得七零八落，记者也累得一头的汗珠子，可仍旧没看到椰子木质层的踪影。看黑色的就是那个椰壳了，这个就椰壳了。对，可以，我这试一下。费了两三分钟才把外面这层给它去掉啊！你看这刀都变形了，用劲儿是往上切，根本就连痕迹都见不着，一层一层把它去了。好了，刀住了。哎呦，这刀好像也快卷刃了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露出了椰子肉，用小刀轻轻一别。就可以喝椰汁了。开一下子太费劲儿了。是，我刚才可能用了三四分钟吧，这刀卷刃了，我估计再开一个的话，这刀就得重新磨了。对，那这个普通像你们这海南人家里的话，怎么开椰子？也是用这菜刀吗？还是有专门的工具呢？拿砍刀，大砍刀。这个就是拿来砍椰子的砍刀。哦，好重啊，这把就是砍柴刀吧，农村的。那对，那用这个砍费劲吗？稍微快一点。那小曾，你给我们演示一下。我砍不了这个，我怕伤手。啊，这个你还砍不了？我这个怕伤手。那谁能砍？我试一下。现在能砍。我就随便拿一个。这太危险了。大砍刀上阵，的确是比之前的方法利索了许多，但这刀的分量也不轻，而且还要使劲抡下去才能有效果，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打得开的。哎，好了。好了，可以喝了。第一次创业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车间外面是几排椰子树，大家爬到树上自己去摘回来怎么打开呢？也没有刀，也没有菜刀都没有，就师傅们呢就拿着那个手电钻，直接用手电钻电动的直接打进去，油油黑黑的，他们也喝。但是呢是受这个启发，觉得应该是
有一个打孔的工具，能给它开一个孔喝水，钻进去啊，对，钻进去。有了这样的想法，一个简易的开椰器就让他们给捣鼓出来了。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个样品，这不就是一个空心的梯形钢管，在前端做了几个锯齿吗？它能打开坚硬的椰壳吗？试一下吧，我看到底什么效果。试一下啊。哎呀，对，这水就出来了。开了。哎呦，不用砍刀，省劲儿多了啊，几秒钟就可以了。对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呦，这尖儿都弯了，这啊，这个尖儿是确实弯了。你看，这个东西怎么拿出来啊？这椰棕还在里边。它这个是这样，那个做第一个样品的时候没考虑到那么多细节啊，所以其实我们后面你看重新打了一个样，我们的钢材就变成了就做菜刀的这个碳钢啊，用碳钢了，它的韧性更足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这个管呢能够疏通的。面对小伟的质疑，曾南春一边早有准备。那么这个真正的开椰器能让小伟信服吗？看，打开了。哦，然后这个我就用这个把它捅出来就可以了。小小开椰器效果果真神奇，但是曾南春和谢战并没有把它当作商品来出售。由于他们是以水果贸易为主，因此六个椰子打包为一箱，开椰器作为辅助用具随箱赠送，就现如今已经赠送出去了70,000把了。所以我们就想呢，能不能把开椰器呢就作为一个赠品，然后把椰子能够直接卖给消费者。对，哦，打开个人市场。对，说实话你俩不要生气啊，这个东西也就是你们送出人家才要，你买肯定没人要，你白捡的东西谁不要啊。不行不行，这你觉得要好用的话还得砍刀。对，砍刀，你这用了多少年了是吧，祖祖辈都用，你整出这个玩意儿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你觉得不行？不行。这个刀呢，毕竟一个呢它不卫生，刀刃不卫生，二确实太危险了，因为手把着这个椰子砍了，椰子有时候它会跳刀，要这一下太猛了，伤着手那就不是小伤了。要不咱明天上学校比一下？去学校比一下，比就比嘛。好，那就说定了。第二天，在学校的广场上，比赛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。开椰器一边和人工一边各备了25个椰子，比赛即将开始。觉得自己能赢吗？这回？我们绝对赢的，没问题。就你一个人开？就我一个人开。那25个都开完，你觉得会很累吗？没，不会累的，这个很轻松。哎，小伟，你这边也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今天请了我一个兄弟。开椰子什么水平啊？还可以吧。还可以。可厉害了，以前我们卖水果的时候，他一个人比我们好几个人都开得多。一个人比好几个人都多？对。哦，那现在您做什么？现在做基因工程这一块。也是做基因工程。那这25个砍起来费劲吗？砍的时候肯定挺费劲的，但是挺费劲的，应该没问题的，应该没问题。能赢他们吗？能赢的。话说昔日的合作伙伴为什么不看好曾南春和谢战现在所做的事情，硬要跟他们比试一番呢？之前的合作伙伴李烈道出了其中的原委。因为当时我们分开的时候呢，我们也签了一个君子协议啊啊，说咱们5年截止到我们2020年，看谁的资产多啊，我们就跟谁混啊。并且他，我做一个我们代表全世界最前沿的项目，和他一个做水果批发的，他跟我 PK 啊，他要跟你 PK。对对对对对对对啊！原来是有君子协议在先，才引出了今天的这场较量。那么今日又将比拼地点选在母校，引来众多学弟学妹围观，弄不好可是要丢面子的。那么，学弟学妹们会更倾向于哪一方呢？开椰器应该会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师哥做的东西一定都是杠杠，我对他很有信心。我觉得开椰器能赢吧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就是这种工具吧，它应该能比那种砍刀能够更方便一点。砍刀能赢？为什么呀？人家砍了这么多年，这么老练了，我觉得比较熟练嘛。啊。这位同学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砍刀能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开老椰子比开新椰子方便。哦，有老椰子这个问题你觉得啊？是这样的。那这位同学呢？我觉得开椰神器比较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师哥做的东西特别棒。哦，你看师哥做的东西特别棒。你是大几的呀？大一。你大一你们都知道他呀？对，因为特别厉害。特别厉害。大家觉得砍刀能赢的请举手。
一二三四五六个人一共，那剩下的人都是觉得这个开椰器效果好是吗？是的。哦，看来支持开椰器的还是占多数啊。有了学弟学妹们的支持，曾南春一边信心大增，但是人工队也不示弱。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？小曾，你们这边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小杨，你们这边呢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那咱们准备，好，开始。啊，这么快？啊，就几秒钟。对了，看下一个。刚一开始，开椰器就势如破竹，就连曾南春也被自己这边的速度惊呆了，竟然都忘记给同伴递椰子了。人工一边虽抵不上几秒钟一个的速度，但也算利落，速度差距并不大。而此时，开椰器一边似乎遇到了一点麻烦。哎，这个怎么了？这是？这个有一点老。试试能打开吗？再试一下，算了。我刚看你们还比他们快呢，这个翻一个，先翻一个，反正就25个椰子，必须都打开啊！行，我先弄的。为了节省时间，遇到壳比较硬的老椰子，谢战曾南春决定先绕过它，把嫩椰子开完，再集中解决。人工一边也在开完几个椰子之后，速度逐渐降了下来。你这开椰子也是个技术活，是不是？必须得开到这个样子，是吗？对，这才是一个合适的。看到肉，哦，刚好看到肉，水不能崩出来是吗？对。这个是不容易掌握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椰子太嫩了。太嫩了，它一砍就炸了。你这也砍了5-6个了，累吗？觉得？现在有一点。咱们这准备25个全开完费劲吗？你觉得？比较费劲。现在你们速度已经远远领先他们了啊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人工一方体力有所下降，而开椰器一边可谓劲头十足，遥遥领先。但目前比赛还未过半，输赢仍旧不好说。怎么样？我看人家那边比你快了，还是快了不少呢。我还是有信心。他还是有信心，一会儿就不行了。你觉得最后你们能赢吗？可以，我们绝对可以。啊，砍得怎么样？现在累吗？还有，有点累。有点累了，那最后能赢吗？觉得能赢。此时开椰器一边好像进展并不顺利，接连遇到的老椰子让开椰器也显得没有刚开始那么灵光了。太老了，你看你们这一有一个老椰子，这时间一磨蹭，人家又追上来了。慢慢的。椰子嫩的时候，外层的椰衣比较脆，里面的木质层还没有形成，因此不管是用刀还是开椰器都是相对容易的。而一旦变成老椰子，不但椰衣变成了硬纤维状，里面的椰壳更是转变成了加厚的木质层。你看这都堆了一堆老椰子没打开了。哎，快了，马上开了。这个有那个壳了。哦，这个有硬质的那个木质，对对，有、这个、木质层了。啊，有木质层了。这个开起来就费劲了。对啊，你们现在跟人家速度差不多了，加油吧。行。哦，我听你敲到那个木质壳的上面声音都不一样是吧？声音都不一样。好。但是你这个用你的砍刀，老的是能砍得开的是吗？对，可以砍开的。不管老的嫩的都可以砍开。都可以砍开。人工速度虽然慢，但是节奏比较匀称。即便是遇到老椰子，无非也就多费点力气，多砍几刀的事情。而开椰器遇到嫩椰子速度惊人，但是遇到老的椰子就非常麻烦。时间分秒流逝，眼看着锯齿被磨钝，老椰子却仍旧未能打开，真是着急也没办法。开椰器一边眼看着被人工一边赶超了。小伟，你们这边剩几个了？两个，最后两个了。小曾，你们那刚才看着挺快的，现在剩几个呀？我们剩了五个比较老一点。打开了吗？这五个里？这个挺难的，看样子挺难的。小伟，这最后一个吗？最后一个了啊！哇，赢了！赢了你们？赢了！突然有4个，5个，哇，赢了！他们还有5个，你们这赢了啊？
怎么样了，兄弟啊，赢了没有啊？刚好赢了。刚好赢了。你怎么还过来啊？哎呀，赢了赢了。兄弟啊，咱们学的要不好好干，搞这个东西又搞得不像样。这又赔了一个开业器，搞不好你说咋干的嘛？哦，怎么叫又赔了呀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个我们前两年呢搞了个椰子园啊，自己种椰子。对，去年那个台风威马逊啊，太猛了，把椰子树都给拔断了。你们为什么要自己做种椰子园啊？就做水果这个全产业链的，就是从种植掌握种植技术，到后期摘果啊、保鲜运输这些都要涉足进去。咱们还是一起干吧，干基因工程吧。你们这基因工程能挣钱吗？说实在话，比这个目前我看来风险要小很多。风险要小？对，因为目前我们做果园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风险很高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你这个开业器，我觉得还是很欠缺的嘛，是吧？是。咱们这项目有我们项目的前途呢，各有各的好处。好，不一样。行。那现在谁都说服不了谁，我觉得五年以后见分晓。比起新鲜的椰子，老椰子究竟有多硬呢？我们决定先来对比一下，看看它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。嫩椰子的话显得光滑一些。哦，这个这边都是光滑的。对对对，老椰子的话显得粗糙一些。哦，老椰子是上面这个。我手里拿的这个是更老的。更老的啊，它就感觉像也跟人一样嘛，人就是到老了也有那个褶皱嘛，有那个皱纹，皱纹就多了。对对对，这个嫩的皮肤就是光滑的。对对对，差不多这么意思。还有一个就掂重量。掂重量。对，虽然我这个椰子比这个要小很多，但实际上这个椰子重量比我左手的还要重一些。比我这个大椰子还重呢。对，应该比那个重多了。还有一个的话，椰子老到一定程度，你摇的时候它会响。哎，我摇摇。听到椰子水响了。听到了。我们叫响水椰子。响水椰子意思就是它这个那个嫩的，你再给我摇一摇。这个。哦，咱们每次那个钻透这个嫩椰子的时候，水一下就喷出来了，就是实的，水是满的。对对对对。那咱们就在这儿摔一下，你摔你手里这个最嫩的，摔我手里这个最老的，看能摔坏吗？哎，咱们拿起来看看，一点事儿没有。老椰子被记者举过头顶摔下来之后，没有丝毫损伤，依旧是原来的模样。那么，这嫩椰子会有变化吗？是不是水溅出来了呀？没有，它是先这个压在地上了，挂的枝碎了，对，压扁了，这个压扁了。那咱们再往上点试一下行吗？可以啊，我们上楼试。小谢，咱们上到这二楼了。就教学楼，我看层高挺高的，一层楼板有4米了吧？差不多。这个老椰子会摔碎吗？老椰子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你那个新椰子呢？这个可能有点问题。这接近4米的距离了，4米的高度了。那咱们先看这老椰子有多硬。从现在我从上面看，地面反正是干的。对，没有任何水。对对对。那你这个呢？肯定碎了，肯定碎了。对，看裂了。哦，水溅出来了。对对对对，走，咱俩下去看一下。看，水都差不多露出来完了，摔出一条缝出来了。看，这就是把里面的芯全部给这个摔烂了，是吗？一个就是坚木质层还没形成，第二个它这个纤维还不够老，它有点脆。一摔就裂开了，裂开了，对，就成这样的了。对，应该我觉得老的椰子失水了，它应该更脆呀。那咱们看看咱们这个老椰子摔成什么样了啊？看，还是这个样子啊？对对对，跟刚才摔完之后没什么变化。对，老椰子仍旧纹丝未动。这次我们决定再上一层楼，到3层再试一次。这咱们脚底板底下也就8-9米了，站在这儿扔怎么也超过10米了，是吧？差不多10米，跟椰子树高度差不多。行，我扔了。好。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咱下去看一眼。走呗，下去看一下。好。没问题吧？我看这儿有条缝了，你看从这儿。一直延伸过来了。但是没地儿，没有什么地方漏水呀。这个不会影响的，就跟那种前面一层缓冲的，里面再一层钢板，
它就、外面一层缓冲，里面一层钢板，对对对，这复合装甲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三楼都摔不碎，四楼呢？试一下呗。好，这老椰子十几米的高度都摔不碎啊，足以印证它的硬度有多么强大了。这次又将楼高升高一层之后，这老椰子还能扛得住吗？15米了。15米，差不多15米。差不多15米的话，相当于普通楼的5楼的高度了。对，5楼。5楼的高度能摔碎它吗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，试一下。15米要砸着底下的车什么的，是不是都得砸化了呀？应该有一个偶下去了吧？有一个坑下去了已经。那这个冲击力是够大的啊。对。那咱们试着扔一下。好。好。几乎15米的高度了，老椰子究竟什么情况呢？撒了一地的水了。对。这回终于是给摔裂了，咱们看能摔成什么样了。哎呦。哦，这彻底的爆开了。这个有几毫米厚了？应该有个3毫米厚吧。3毫米左右厚。这个、3毫米厚的话，算就是普通的，只算是普通的。对对，普通的。那你们能研制出来打开这么硬椰壳的一个工具吗？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老椰子到底有多坚硬，我们已经了然于心了。那么，小小的开椰器究竟要怎样改变才能与之匹配，轻松应对呢？曾南春、谢战埋头研究，想了很多办法，用不同的材料、不同的结构，也进行了很多尝试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摸爬滚打，新的开椰器还真做好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是这样，那个我们这个开椰器开老椰子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你看你们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看一下。接了电话，记者就赶来了，正好与小伟碰了个正着。过来看一下新产品啊。我们过来了，红的这是你们新的是吧？对对对，新的一个样。你看我们这一个头啊，它两个是一样的，刃呢大一点了，它切这个椰棕的纤维还是特别好用的。这一头跟以前的一样啊？一样。主要的用处就是把外面的那个椰棕纤维给它切开。对，另外一个头呢，这是新加的。就那个锯齿一样的一个效果，就用来切这个非常硬的木头。第二代开椰器采用强度更高的不锈钢材质，呈 L 型结构，一端沿用第一代的四齿结构负责钻开椰衣，另一端则变为细密的多齿结构，用以研磨老椰子的椰壳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要说还是比这个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稍微好一点点。你觉得还是稍微好一点点？稍微好一点点。小谢，你开一个给我们演示一下，我们看这老椰子你到底能不能开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这椰子老还是嫩啊？这个太老了，听这个纤维断裂的声音就知道。椰子老了之后呢，它的整个椰棕啊，它会水分会减少很多。去掉了外层的椰棕，调转开椰器的方向，接下来就要面临真正的考验了。我听声音就像这个已经完全木质化了，已经完全木质化了。新改进的开椰器遇到坚硬无比的木质化椰壳，究竟是迎刃而解还是败下阵来？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不断旋转的开椰器上。怎么样，小谢，能打开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我看这个是挺费劲儿的呀。打开了。哎，我看一下进去了啊。对对对对，这就打开了是吧？对对对，这就打开了。来，咱们还捅出来看一下。这个椰子特大个。这么厚？对，这个相对来比较厚，所以刚才也比较费劲。哦，那你把它切开点，咱们到底看看你这个东西里面是不是黑色的？这就当它的壳了。哦，这就全部都是黑色的。这种黑色的就是最老的了。对对对，就是椰壳已经完全木质化了。比砍刀还是稍微差一点，没有砍刀利索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呢，还是基本上能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要，觉得还是很方便实用的。那速度呢？速度呢？我觉得肯定比砍刀快。不行不行，要么咱比一下，不信再回去比一下嘛。那还去你们学校比比？对，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就为比赛的事情忙活开了。经历了上一次的失败，开椰器再次与人工对抗，会是什么结果呢？小伟，
小松，你俩这是正在那儿挑椰子呢是吗？对对对，这是今天怎么个比赛，准备了多少个椰子？一共100个，一边呢50个。哦，那你们还挑什么呀？老的嫩的咱们互相得算清楚啊。大概都一半都占。对对 对都占一半，对，整公平了。你今天带了几名选手过来？2名选手，两个专业的高手。专业的高手。对，那你这儿呢几个人？我今天我跟小谢，我们两个人。你们两个人？对，上手就来。上手就来？对，就在吹牛。你觉得他吹牛？对，什么意思？吹牛。你找个姑娘试一下，肯定不行啊。你觉得姑娘就弄得啥？不行，我们找一个，我们周围有吗？对，我们就找个周围姑娘。啊？你刚才是？刚给我们看一下椰子好吗？同学，你见过这东西吗？没有见过。哦，你平常拿刀自己砍开过椰子吗？没有，都是别人砍好的。小曾，你先教一下人家怎么用这东西，好吧？小伟，你可看好了，小伟。好。曾南春将开椰器的使用方法连说带比划的演示了一遍，姑娘觉得非常简单，想要自己亲自尝试一下。哇，啊，这个椰子比较嫩，等会儿要有老椰子你就得费劲了。就这样。怎么样？挺轻松的。挺轻松的。也可能是嫩椰子的缘故，姑娘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打开了。于是姑娘作为开椰器一边的一员代表出征，与人工对抗了。啊，你是开椰子高手了，今天觉得这回能赢他们吗？肯定能赢他们。哦，上次就赢得挺轻松的，这回肯定还能赢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这位呢，这是你新请来的。新请来的。这也是开椰高手。开椰高手。我看年龄不大呀，好像不像你们那儿的。海南人，经常砍的。哦，海南人，你是学生？在以前家里面的时候经常开。你们家是种椰子的吗？有种。你们家是种椰子的，经常在家里开。对。今天跟他们的比赛，你觉得能赢吗？肯定能啊。好，咱们双方一边50个椰子，看看哪一方面先开完。小曾，你们这边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小伟，你们这边呢？好了。能赢吗？能。好，比赛开始。人工队请来了两位开椰高手。而开椰器一边，除了谢战之外，就是这位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小姑娘了。但从外表看，两边还是有悬殊的。但是论起各自的核心竞争力来，究竟哪边更强呢？小谢，你们得加油啊！这姑娘都比你慢多少了？这个只要我们工具好用，只要工具好用。对，这姑娘觉得费劲吗？现在？不费劲。啊，这一会儿就开开了。是不是因为比较嫩，好开口啊？可能吧，但是这个工具很好啊，很好用。对啊。那个累吗？现在觉得？还行。今天觉得能赢他们吗？能赢。好。今天能战胜他们吗？今天肯定能战胜他们。一定能。一定能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好，看你。哦，我怎么看你今天开的比他们开椰器的这个速度慢啊？因为我开了几个都是老椰子，然后老椰子比较难开吧。老椰子比较难看，你现在开的这个老椰子是吧？哦，这里头都是黑的了。哦，那这个老椰子的话，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比你快呢？他们刚开始开的都是就是嫩的椰子吧，感觉比较好开一点。看来两边采用了不同的战术，开椰器一边目前遥遥领先，原因是他们先挑选了嫩椰子进行开启，在速度上目前是占有明显的优势。但是人工一边并没有进行挑选，拿到哪个就先开哪个，这老的嫩的掺和在一起，嫩的可以快速打开，老的则要多费一些时间，因此在速度上明显不及开椰器一边。此时看似柔弱的姑娘也开了不少了。怎么样姑娘，这一圈都是你开的？对呀、啊。费劲吗？现在不费劲。手上疼吗？胳膊疼吗？胳膊不疼。手呢？手上有水泡吗？给我们看一下。没有。没事。嗯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自己打开也挺轻松的。对呀、啊。你觉得你这平均到每人都得20几个、20-30个呢，你能开得了这么多吗？肯定不能落下。肯定不能落下，你这也都能自己都能打开。对。同学，你是海南人吗？对对。自己会开椰子吗？会会。你觉得哪一个快一点啊？如果是开椰器的话，可能老椰子不够砍得快。那要让你选择使用，你会选择砍刀还是开椰器？开椰器吧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刀比较重，不好拿，那个比较轻松一点。哦，你觉得那个开椰器拿起来轻松一些？对。我看你看了好久了。还是那个。
还是开叶器。你觉得还是开叶器快？对，最终能获胜。对，那个队员越砍越快。哦，越砍刀越砍越快。对，如果让你选择使用，你会用砍刀还是用开叶器啊？嗯，我感觉砍刀比较好用吧。那个如开叶器只简单的能取水吧？哦，对对对。那吃肉不是很麻烦吗？这位地道的海南姑娘觉得开椰气只能喝水，吃不到椰肉，难免有点可惜。然而此时比赛已经进行了一多半了，场上的形势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你怎么越砍越快啊？这会儿现在椰子都是嫩的了，比较好砍一点。都是嫩的了，好砍了，速度又快了是吧？对对。体力现在下降的多吗？体力还好吧。体力还好。他们现在还能稍微领先你们一点，怎么样，能赢吗？最后觉得肯定能赢。怎么样姑娘，累不累呀？有点累了。是不是有点出了点汗啊？也对呀。怎么跟刚才比起来现在越来越慢了呀干的？弄了这么多有点累了，再说后面的椰子有点老了。有点老就你开起来比较费劲了是吧？对。哦，马上就要打开了，这是老椰子了吧？你这就剩老椰子了。嗯，对，就剩老椰子了。开的确实慢了下来了。它那个壳木质化了，比较硬一点，所以稍微难开一点。之前一路领先的开椰器一边，由于目前只剩下了老椰子，速度明显下降了。尤其是这位姑娘，面对坚硬的老椰子，已经有点吃不消了。而人工一边，由于剩下的嫩椰子较多，速度明显提升，有紧追不舍的趋势。眼看着两边没开的椰子越来越少，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，比赛结果的不确定性骤然增加，空气里浓浓的紧张感弥漫开来。加油，老谢加油。小曾，这还剩几个呀？就这四个了。人家那边好像剩了也不多了，你最后能赢吗？能行，他们还有六个呢。那曾伟你怎么样呢？还有体力吗？还行。还行，你这开的又是老椰子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就剩就这几个了。不管是人工还是开椰器一边，一口气一个人开几十个椰子，这会儿速度都降下来了。那么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本就不相上下的两队，究竟哪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？小伟，你们这儿还剩几个呀？一个人手里一个，我这一个三个，剩两个半。两个半啊，这个也开完了，剩开了。最后一个，那个小伙子手里还有一个没开完呢，还有一半呢。不过那小伙子现在体力不行了，明显慢下来了，有点下降，有点下降。我再看他那边去啊。我看你刚才就开这个呢，还开得完吗？最后一个马上开了。看你一直没打开呀，也。马上开了。哎，开了。哦，开了，这是最后，你手里最后一个了。对对对，最后一个。这姑娘手里还有一个呢，这姑娘真是没劲儿了。关键时刻，这最后一个能打得开吗？哎呦，姑娘这儿也开了，将近一个了，将近一个，可是人家那边已经开完了，稍微快一点点。怎么样，这回服气吗？不服气，吃不了肉，这开的啥呀？你觉得吃不了肉？对呀、啊。官员，那肉营养价值也高啊，官员。你觉得这个肉也一般也要吃是吧？对，都一般都喜欢。对啊，也是喜欢吃椰子肉。也习惯吃椰子，都是有这个习惯是吧？椰子水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但是我感觉如果能吃到里面的肉就更好。哦，您是海南人是吗？对，海南人。你们这平常都是习惯喝完这个水还要吃肉的？对 对, 对，尤其是那不老不嫩的肉，一般都会吃的，很好吃的。大多数人都喝过椰汁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吃过椰肉。喝完椰汁后，砸开果皮就可以看到里面白白的椰肉，它色白如玉，芳香滑脆。是老少皆宜的美味佳果。你看吧，人家吃肉最精华的东西都没吃到，喝个水有啥的用啊？确实疏忽了，没有想到这个细节。没想到这个细节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做事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你做事要精益求精。你看你做的这那么粗糙，吃不了肉，不行，我觉得还是不行。那你等着，我回去跟先生再改进一下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。好，我等着吃肉。行。改进完了你再来体验看咱们这东西行不行。小曾，你们这两天时间就改好东西了吗？哎，做好了，做好了。新一代开椰器分为外套和钻孔刀两部分，外套内部有固定齿负责固定钻孔刀，
当钻孔刀研磨有一定印记的时候，取下外套继续研磨开孔即可。怎么样，费劲吗？还可以，不是很费劲。完整的椰子，里面的椰汁。对，这个可以呢，放勺进去吃肉。开了这么大一个孔，喝完椰汁再吃椰肉，可谓一举两得了。然而这个时候，曾南春并没有忘记和小伟的约定，这不，第二天就摆起了阵势，要证明自己做到了。今天这准备了多少椰子？一共？大概50个吧。一边50个啊，对对对。你们是几个人来参加这个比赛呢？跟他们比呢？啊，我们两个人，但是出一个人比就行。哎，李烈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小伟跟我说了，他们改进了。小伟都不想组织这个比赛。哦，小伟那天回去之后跟你说这事儿了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但是说实在话，一个班里的同学，然后呢又是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既然说他是感人了，我本着救他的目的，我觉得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李烈一直想让曾南春放弃开椰器跟着自己干，但深知曾南春执着的他，语言说服不了的情况下，只能采取战胜他的方法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开始吧。这场比赛可谓举足轻重，开椰器一边想用胜利证明自己，人工一边想用胜利摧毁对方的信心，好让曾南春彻底放弃。彼此心里的这股劲儿都憋得足足的。那老椰子它的里面那个壳砍大口是不是更难砍呢？那老椰子砍大口要好砍一点，反而要好砍。对对对。哦，壳比较硬。哦，这个这么大小就能勺子塞进去了，应该差不多。怎么样了？已经开出来两个了啊。开出来两个了，这个马上开出来了。哎，这就开出来了，一拿出来就开出来了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行。但你这个挺整齐的，我看。对，这个口也，勺子也挺好放的。你现在只跟一个人的速度差不多，跟他们两个人还是？没关系，能赶得上的。赶得上的。对。两边你追我赶，一旁围观的人们也纷纷猜测，他们会觉得哪边的胜算更大呢？我觉得是那砍刀吧。为什么呀？你看他们两个人，而且技术都还不错。你觉得砍刀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开椰器那个很费手劲。你觉得费手劲？要让你拧，你觉得能拧得动吗？不动，我要砍刀还可以，拧的话就拧不动了。我觉得开椰器能，我觉得砍刀能。为什么呀？你们俩意见不一样。因为那个开椰器，我感觉它有很大手劲，它手上的那青筋都爆起来。我觉得应该是开椰器可以赢吧。我觉得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从小在家里面也砍过椰子。你在家里小时候也砍过椰子？对，砍过椰子。哦，就砍久了之后，你手会明显感觉特别酸疼。哦，对，意思不适合长时间的来砍。因为开椰器的话，它用起来感觉会比砍刀要省力一点嘛。哦，如果长时间来用的话，我感觉它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。刀更费劲一点吧，刀更不好砍，并且刀还危险。刀很危险，这个小方便携带。这个小方便携带。人群中有支持砍刀的，也有支持开椰器的，大家各有各的理由。此刻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两方的进展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你这拿手拧是不是太费劲了呀？也还好呀。也还好。对，没太多感觉。你也砍过椰子，你觉得跟砍椰子比有什么区别呢？轻松，还是轻松一点。还是轻松啊。如果我现在拿砍刀砍的话，全都是汗了，全身都是汗，全身都是汗。现在呢？现在还没有。看样子我们马上就要追上他们。你觉得马上就能追上？对，因为按照惯例的话，他们砍椰子砍不了多久的，手臂会酸，肯定会休息，肯定要得等会儿得休息会儿是吧？对。哎，我觉得你怎么切的有点慢了呀？这切太多了，有点累了。哦，切的有点累了。对。现在胳膊酸疼还是？胳膊酸。胳膊酸。对。哦，还能坚持下去吗？能吧。你觉得你们能赢得了他们的队吗？肯定能赢啊。肯定能赢。嗯。很多的手臂还是有点累。那等会儿还能速度追上来吗？保持这个速度应该可以吧。能赢吗？最后，你这人我看都有点疲劳了，是吧？应该能赢。这个是有点疲劳。因为他那边我看见他老椰子好像有点慢了，速度太慢了。人家说你这个开了半天了，好像也没开开是吧？马上就开了。是不是开老椰子还是费点劲儿啊？嗯，费一点劲。因为椰子壳太硬了。太硬了。哎，对。还是最后那个老椰子壳的时候拧的比较费劲儿。对对对。
人工一边由于体力消耗大，速度明显减慢，开椰器遇到老椰子也不轻松，开启的时间明显增加。眼看着双方都到了最后时刻，究竟哪一边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？你这还剩几个呀？最后还有三个，最后三个了。对对对。哦，我去看他们那边。你们这儿几个呀？还剩四个了。四个了。哦，速度差不多呀，看谁最先就完成。我还是坚持开业队呢。还是坚持开业的能赢。那你呢？你刚才支持的是砍刀，现在呢？现在我觉得那个开业神器似乎那个优势好像扳回了一球。砍刀砍了半天，感觉他们好像都有点累了。那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好，还剩两个。人家那边我看还剩几个，这个也开始开了，这个开始开了，还剩两个半。嗯。看最后谁先赢。好，你们这儿还剩一个半了啊。一个半了，你这儿砍了一半了是吧？你这儿呢？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了。对对对。好，咱们看看。哎，这是不是有点老啊？怎么拧的费这么费劲啊？这个。马上吧，那马上就。赢了，赢了，耶、yeah, ！赢了，小伟，我们赢了。啊，你们这边还剩多少个？一个了，就剩最后这一个了。最后一个了。你看人家赢的这福气吗？这回。心服，心服口服了。兄弟怎么样？看一下吧，又快，质量又好，开的口又漂亮。今天我是认输了、真认输了，真认输了。你看人家开的这质量怎么样？这个确实科技改变未来啊、这个小乔你的技术了。今天的开业神器的效果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但是兄弟，你今天的小小的胜利只是一个刚开始。我觉得2020年的我们的君子协议，我们继续 PK， 欢迎比赛。但是我相信，根据我们的计划，我们3年就赢了。可以，有信心很重要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，拭目以待。嗯。曾南春团队研制的开椰器，利用简洁轻便的锯齿结构，解决了普通家庭开椰难的问题。曾南春团队的开椰器啊，是一个非常安全高效的一个发明。我们知道，以前我们在开椰子的时候，用的刀都是非常锋利的。而且呢，这个需要一定的这个经验的，咱们的一些才能够把它很快的打开。那他们团队发明这个开业器啊，只要是经过简单的这个教授，就会非常便捷的、迅速的就打开叶子，喝到椰子水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比较卫生的一种开业的方法。现在看起来最大的不足啊，非常坚硬的这类型的椰子，它仍然还是有它的缺陷，可以从通常改善材质。让它这个开椰器啊，在开这个老比较老而硬的椰子时候更加好用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，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。好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孟华老师，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。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。我是丁西，下期再见。他一身铁甲，是你忠实的坐骑。他倔强勇敢，面对各种挑战从不畏惧。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他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？与真狗比赛较量，他能否脱颖而出？敬请收看《我爱发明》，铁狗骑兵。